豪爵 UHR150 的价格官方终于实锤了，低配的17680，高配的18880元。这时候啊，我就有一个疑问哈，正常来说咱看这个图片，豪爵高配的这个18880元的，它应该配的就是一个夏德39的尾箱，这个尾箱市面上的售价600元，再加上这个彩盖大概是150元，再加上这边后边这个靠背大概也有个150元吧，这么算起来加上的话大概应该是900元左右的这么一个区别。但是现在尾箱版和普通的扶手版差价1220元，难道豪爵这次给你配的是一个夏德48的尾箱吗？最后的问题来了，17680元，这回实锤了，你们愿意为豪爵买单吗？视频下面告诉我。